The Ministry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a distance learning platform for student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ameroon. A series of lessons taught by qualified teachers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Under the stewardship of Professor Pauline Nalovalyonga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AMTEL, CRTV, and UNESCO, we are introducing distance learning as another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setting that you are all used to. In the distance education mode, you are not with the teacher in person, so take your time, relax, listen to the teacher, take down notes and visit the following links for any questions or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Take it in your stride. This is Cameroon's solution to COVID-19 and beyond. Professor Nalovalyonga, Minister of Secondary Education. 我们的课的目录有三部分，一是考速，二是教学目标，第三是教学简述。高中三年级的汉语课教学内容包括阅读了解，阅读了解一共有16课，还有语言要素，语言要素包括有 词汇与鼻音，有语法，还有汉字。第三部分是口语与书写，口语与书写一共有11课。现在来讲阅读了解，我们阅读了解一共有5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家庭生活与融入社会。 第二主题是健康与环境保护，第三主题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第四主题是公民生活和对社会的世界的开放，第五是最后的主题是媒体与交流。现在我们来学 第一个主题，家庭生活与融入社会。这个主题有2个课文。这个主题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喀麦隆和中国的妇女地位和影响。现在来看课文，我们今天的课文教案有6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目标，第二部分我们要看读说话，第三个部分是图课文，第四个部分是你们要根据课文回答问题，第五个部分是通过这个课文你们可以知道什么，第六个部分就是给你们作业。 现在来讲第一课文。第一课文题目是妇女地位，目标是什么呢？这个课文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喀麦隆与中国妇女地位。现在我请你们看一些图片。一，图片上 女儿在看什么？好，她在打扫房间。第二图片呢？第二图片。好，女儿在洗衣服。她在哪洗衣服呢？她在河里洗衣服。啊，这里有一个女儿。 他头上放的东西，好，女儿在挤水，他从
井里汲水。第四，哈，有一个女孩，她在洗碗，她在做什么？她在洗碗。吃饭后应该洗碗。第五个图片，第五张图片，这里有两位妈妈，还有孩子，他们在哪？好，他们在厨房做饭，他们在厨房做饭。第六，这里有谁？男生还是女生？好，有男生。这个男生在哪里呢？他们在学校，他们在学校学习。第七图片，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女人，他们在农田，他们在农田干什么？种地，他们在农田种地。我们继续，第八张图片，这里有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在干什么？他在玩，他在玩。可是图片上有法语，法语说这个孩子不上学，这个孩子不去学校。第九个图片，这里有一个男人，他可能在哪？他在哪？他在办公室，他在干什么？他在工作，他在工作。好，我们刚才看的女人在打扫房间，女人在河里洗衣服，女人在井里汲水，女人在有妈妈在厨房做饭。可是呢，有男人，这个男人在学校上课，还有女妇在农田种地。还有女孩子她在玩，最后还图片是一个男生在办公室工作。这些图片告诉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地位，以前男生和女生的地位。我们来看以前女生的情况，以前女生的地位。以前女生在家里做家务，意思就是打扫房间、洗碗、洗衣服等等。以前女生不上学，她们不去学校。第三个，以前女人去种地，她们去种地。我们看，以前男生和女生不平等，男生女生不平等，这些就是以前女妇的地位。现在怎么样？现在一样吗？好，我们来看，你们看这个图片，图片上有谁？好，有学生，学生只是男生吗？不只是男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在学校，他们在学校图书学习。这个图片呢，这张图片啊，有男生也有女生，你们看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在办公室一起工作。啊，这个图片上面有两位人，我们觉得他们是工程师。你们看，有女人也有男生。以前女生不能当工程师，可是现在呢，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可以当工程师。意思就是现在男人做什么，女人也可以做什么。现在有很多社会领域，比如政治、生意、体育、工程师、飞机师等等，都有女生。好，我们来看现在女生的
情况，女生的妇女的地位。现在，女生像男人一样上学，去学校。现在，女生像男人一样工作，去上班。现在，很多生活领域都有女生。现在，男生和女生平等，他们都平等。好，现在我请你们听老师读课文，你们听老师读课文。现在女生地位和以前不同。以前大部分的父母不让女儿上学。以前男生和女生不能在一起讨论问题。以前女生没有投票权，很少看到女生做政治。以前女生的主要工作是家务、结婚、生孩子、照顾丈夫。工作的时候，女生与男生的工资不一样，男生的工资比女生高。现在社会鼓励男女平等，男生和女士的权利和义务一样。现在大部分的父母让女生上学，希望女生以后也能找一份好工作。很多女生对政治很感兴趣，男生男女公司也比较平等。现在老师读完课文，你们懂了吗？好，不懂老师再读课文。可是这次读课文的时候，你们应该注意红色写的词汇。你们听老师再读课文。现在女生地位和以前不同。以前大部分的父母不让女儿上学。以前男生和女生不能在一起讨论问题。以前女生没有权投票权，对不起，是投票权，很少看到女生做政治。以前女生的主要工作是家务、结婚、生孩子、照顾丈夫。工作的时候呢，女生与男生公司不平等，男生的工资比女生高。现在社会鼓励男女平等，男生和女士的权利和义务一样。现在大部分的父母让女生上学，希望女生以后也能找一份好工作。很多女生对政治很感兴趣，男女公司也比较平等。好啊，你也不懂，那没问题。现在老师要解释课文，老师要一句一句解释课文。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是，现在女生地位和以前不一样。意思就是，现在的女生位置和以前不一样，不同。啊，以前大部分的父母不让女儿上学，意思就是以前爸爸妈妈不同意女生去学校学习。你懂了吗？好，我们继续。第三个句子是，以前男生和女生不能在一起讨论问题。
以前男生和女生不能一起说，不能在一起说话。第四个句子是，以前女生没有投票权。我们来看投票权，这里有它的法语意思，只能看。很少看到女生做政治，意思就是以前女生不能当总统，不能当部长，女生没有女总统，没有女部长。下面的句子，以前女生的主要工作是家务，我们刚才解释靠家务说是家里的工作，所以她在家里打扫房间，她在家里洗衣服，她在家里做饭，这些都是家务。结婚生孩子，照顾丈夫，照顾的意思就是照看，她可以照顾孩子，她也可以照顾老公。工作的时候，女生与男生的工资不平等。工资的意思就是工作给你钱的那个钱，工作是工钱的意思。我们来看下面的句子是，男生的工资比女生高，意思就是男生的工作钱工钱比女生高。下面的句子告诉我们，现在社会鼓励男女平等，意思就是现在社会同意男女平等，男女都是平等，男生和女生的权利义务一样，男生和女生的权利和义务一样。你们可以看到建立义务的法语意思。下面句子，现在大部分的父母让女生上学，希望女生以后也能找一份好工作。这个希望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梦想就是女生以后也能找一个好工作。我们继续，很多女生对政治很感兴趣，男女工资也比较平等，意思就是现在有很多女生对政治很感兴趣。比如你们看到这图片上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是埃塞俄比亚的总统，是一个例子，她是女生，可是以前呢不可以。现在我们来看问题，我们要出一些问题，现在你们要根据课文来回答问题。一，老师先读问题，你们听。一，以前女生可以不可以做什么？我再说一遍。以前女生不可以做什么？女生以前的主要工作有哪些？女生以前的主要工作有哪些？三，现在社会鼓励什么？三，现在社会鼓励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第四是
男女平等什么意思？男女平等什么意思？好，我给你们一分钟，考虑考虑。好，现在我们来看问题的答案。一，以前女人不可以做什么？课文中告诉我们，以前女生不可以上学，跟男生一起说话，一起讨论。女生没有投票权，他们不能，他们没有投票权，他们不，很少看他们做政治。我们来看第二，女生以前的主要工作有哪些？答案，以前女生的主要工作是家务、结婚、生孩子、照顾丈夫，这是课文的答案。我们来看第三，现代社会鼓励什么？答案，现在社会鼓励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我们来看第四，第四是男女平等什么意思？答案，男女平等的意思就是男生和女生的权利和义务都一样。好啊，你都对了，很好很好。现在我们要通过这个课文，你们可以知道什么，你们可以记住什么。通过这个课文我们可以记住，以前男人和女人没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以前女生不能上学，他们不能去学校，跟男人一起讨论说，不同意做政治，女生不同意做政治，她只在家里做家务，意思就是她只在家里打扫房间、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但是现在呢？现在社会鼓励男女平等。现在老师给你们作业，你们要用这些红色的词来建构。老师要读课文，可是读现在你们要记住，你们要写，我给你们一分钟先写，快快的写，因为你们写完了，老师要读作业给你们听。好，你应该快快的写，快快写。没有写完了，汉字很难写啊，那没问题。那老师还给你们一分钟，快写。好，现在老师给你们涂作业，你们应该用红色的词汇来填空。红色的词汇有照顾，不懂。平等，家务，这是第四，家务，照顾，还有第六，工资，好，老师带图，词汇有
鼓励不懂平等家务照顾工资现在听句子一个句子老师要读两遍他的比我的高我再读第一句他的比我的高第二句法律年限每个人都法律年限每个人都第三个句子你应该你的母亲你应该你的母亲第四个句子现在女生地位和以前现在女生地位和以前第五个谢谢你的谢谢你的第六句子女生主要工作是在家里做吗女生主要的工作是在家里做吗好做这个课我们用一些书现在来看参考文献我们用汉语语法书还用汉法法汉词典还用谷歌图片好这个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们用的图片还有一些语法现在老师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要学我们学教学的内容是词汇与鼻音现在下课谢谢大家同学们再见Onatege minga matege nyum, onatege majang matege ndom, mane tambia ninya ne njubyayen, ngani bana matege mot, ngani lakiri watege ndong, esetina biya dinkido, mane tambia ninya.